Twins 这天在澳门举行演唱会，两人换上色彩缤纷的造型，在台上又唱又跳，非常卖力。难怪台下粉丝们的反应这么好啦！今天挺开心的，因为这场地可以跟观众有很近的接触，对，看到大家很嗨，自己也就是 跟他们一起很嗨的感觉了。嗯，也蛮开心的。先生早行着早，各位早，谁叫我沿途展开错乱的态度。正忙着举行巡回演唱会的 Twins。又打算什么时候在香港开唱呢？其实我们的演唱会接近尾声了，下一场就在武汉，27号。希望我带我的声带可以康复之后，希望可以开一个全新的。第二天就是阿娇的生日，好姐妹阿萨又准备怎样跟寿星女庆祝啊？我相信等一下会在船上过了，嗯，对，那个时间上应该是，我从18号开始就跟他庆祝，对，我不想好像以往那些年大家都说哇，他好像生日很久了，这样，对，所以我就，没关系啦，不太想庆祝生日周，那不知道今年阿娇许了什么生日愿望呢？都是事事顺利。对，开心哦。阿娇现在事业爱情两得意，不用许愿也过得很幸福啦。澳门报道。